错，又来等女朋友下班啊！你是真爱啊！我的公司都快成家客厅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来选呢。哎，就这个了。哦，金宇。 嗯，先玩着啊！好，哥哥要去做件事儿。青哥，你小声一点。你一个废物！ 你干嘛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干草根，再给你这个废物戴绿帽子！哈哈，你个垃圾，你接着玩啊，别停呀！青哥哥，我们俩也继续吗？不要停！啊！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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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梦人家还想要吗？ 我去，这是哪里？这个女人是谁？她怎么趴在我身上？公子，错都做了，你还害什么羞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我们怡红楼啊，您常来的。给你这个废物戴绿帽子！你个垃圾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 我他妈穿越到了历朝，还是九皇子，来青龙寺为了打探凶国的消息。喝醉酒后眼睛那个女人睡了一觉。别说，这女子长得真好看，皮肤白皙，相貌秀丽。不管了，先害毕了再说。把九皇子押回去，放开我！ 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家伙不是王庆吗？怎么他也穿越过来了？居然是三皇子！真是冤家路窄！之前吕老总的一笔账还没有算呢。堂堂皇子，三番五次的住烟花柳巷，岂可不睡啊？我是青龙，是有要事，不是许我阻拦的。信口雌黄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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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喽。安生，万岁！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呀！儿臣第一次去青龙，是为了打探消息啊！父皇，来人，带上来。带走。皇上，求您饶了九皇子吧！九皇子他宅心仁厚，每次都会多给我们银两，照顾我们生意的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父皇，他们诬陷我，他们诬陷我呀！父皇，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九皇子流连于烟花柳巷，按律当惩。刚创业就遇到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想要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如今边境战事，你却如此荒淫无度。若不是三哥提醒，这伙还一直蒙在锅里。哎，打不死了！父皇，前辈，父皇，打仗拼的是国家实力。若离国兵将马壮，师傅还有谁敢来挑衅啊？你这说的，三岁小孩都是。父皇，我可以寻得一批金银珠宝，作为军饷，
壮大我军实力啊！此话当真？父皇，千万不要听信他的鬼话。昨日才在青楼快活，今日又在这痴人说梦，真是可笑。父皇，我可以以人头作为担保。九皇子，这么多刷者可都听着呢，若寻不到军饷，必定是祸。父皇，历史上记载，宰相是个贪官，有一部分金银珠宝就埋在他家老宅的树下，能不能活命就看这一次了。带我们来这儿做什么呀？父皇，从那里开挖，金银珠宝就在那棵树下。来，速速开挖。是。掘地三尺，未见此黑板，作何解释？你要是敢欺骗朕，朕今日便宰了你！再挖几柱头，还敢戏弄我跟父皇？你烦不烦呀？说了挖不出来就砍我头，听不懂人话就别逼逼，你们就瞧好吧。挖到了，拿上来。皇子红茶，朕的老宅是多年前购买的，根本就不知道里边藏有钱财呀、啊！皇上，父皇，宰相大人为官清廉，绝不可能藏这么多钱财。宰相大人，父皇也没说是你藏的呀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哼，父皇，九皇帝是如何知道藏钱之处的呀？儿臣怀疑，这钱就是他故意放那儿的。生儿，给朕解释一下。这孙子居然倒转一耙，想难住我，做梦！回禀父皇，儿臣看似是在青楼寻花问柳，实则是在打探关于边境以及凶国之事。偶然听到藏钱之处，而且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。九皇帝是在说笑吗？那我倒是想问，你除了打听到藏钱之处以外，还有没有听到别的呀？如若说不出来，便是欺瞒父皇，再定一个杀头之罪。我还知道咱们边境打仗为何输多胜少，皇兄可知？这全天下不知，军饷不足，兵力不精。来人，拿笔墨来。父皇请看，屡次战败的原因是根本找不到凶国真正的所在之地。任将军走的是这条路，往返就需要一个月，军饷如何够用啊？一派胡言！你未曾上过战场，就这么胡乱话级别，以为我们会信？九皇子，这样的话老臣也能报，只是你能否证明他的真实性？能，何以证明？林将军，这大家都知道你与九皇子向来交好，你的话不能当真啊。上次战败是老臣领兵，所到的确是九皇子所化之物，对方设伏在这里来回折返，导致士兵疲惫，加上粮草不足，这才被他们打得措手不及。朝廷之上的人，只有你林伯仲上了战场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这回事，第一时间就给皇上呈上了所有的地图，和九皇子画的一模一样。如若不信，就让皇上拿出来比对便是。说不定你早已经给九皇子看了。父皇，军饷不够，怕是林将军跟九皇帝之间早有了。为了保住项上人头，九皇帝不惜把之前贪污的军饷拿出来，甚至还要反咬宰相大人一口。我有点低估这家伙了。父皇，按照他们所说，儿臣怎么做他们都有借口，该如何洗刷儿臣的冤屈啊？老夫乃徽州府人士，家中有幅徽州府地图，至今无人看过，若是九皇子能够画出来，老夫就承认你有此才能。
若是画不出来，怕是要上断头台了。这怎么可能画得出来？九皇子都没去过徽州府，那他也没有上过战场，这次怎么画出来的？那我们打个赌如何？要是我画出来，夏瑶大人的孙女儿便许配给我吧，如何？做梦！夏珠儿已经许配给我，你这是想抢亲啊？吃了凶心豹子胆了？你跟我女朋友鬼混，我就抢你的未婚妻。你们这么肯定我画不出来，这比试你们赢定了，还在担心什么呀？九皇子，老夫就应了你，怕是你没命娶我的孙儿。你和林伯仲狼狈为奸，老臣心知肚明。夏瑶，你们设计陷害九皇子，怕遭报应吗？林将军，不必跟他们动，我跟他们比试一番便是。皇上，请允许老臣派人回去拿地图。九皇子现在可以画了。是了。好在我专门研究过历朝各时期的地图，画个徽州府还不是轻而易举。九皇子，你不应该答应他们呀，若是画不出来，岂不是中了他们的计？林将军放心，我自有把握。禀皇上，老臣已把地图拿来了。我的也画好了，先把你的打开吧。你要是现在认输，我可以恳求把你贬为庶人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啊，这一模一样。快点通知夏珠吧，让他去我的府邸等我面试。这不可能。好好好，朕的话岂能是酒囊饭袋？想不到老九竟如此大才。老九，朕为你赐婚。谢父皇。皇上，老臣的地图左下方没有这条山脉。哈哈哈哈，我就说，九皇帝，你以为凭你那点小聪明和运气，我配不上？父皇，徽州府年前就发现了这条落云山脉，算算日子，进报也该传进宫了吧？还敢怎么样？地图是干系粮草和军情的大事，你画错徽州府地图，之前的那幅也肯定是假的吧？朝中要事，竟敢当成儿戏？父皇，九皇帝当斩！珠儿冰清玉洁，绝不能许给一个误传军机的骗子。赵生，徽州府多年未曾看血脉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父皇，我的话你不信，很快就会有人替我说的。来人，将九皇子打入天牢。皇上，禀报皇上，徽州府发现新矿脉，足够冶炼万把兵刃，大理国五运昌隆。恭喜父皇，我大理国兵强马壮，指日可待。好，果然是朕的好皇儿啊。皇上，前线还有急报，当下正值酷暑，后方粮草运送至军中时多已没变，将士们难以下咽，勉强入口后腹痛如绞，战力骤降，边关危在旦夕啊。时至如鼠，边关粮道艰险异常，若不解决此事，国难将至。众爱卿可有良策啊？皇上，九皇子虽未到过徽州府，居然却料事如神，想必心有大略，何不把此事交给九皇子处理？子敬大人可真会转移视线，是不是这事儿我解决不了，又要给我安个什么罪名？皇上，既然宰相提出来了，那不如让三皇子跟九皇子比试一番，看看二人谁能解此难题，到时候选择谁做太子也就一目了然了。你们两个有意见吗？儿臣不敢。儿臣同意。不过刚才宰相大人和三皇兄赌输了，大丈夫愿赌服输，现在夏珠儿是我的人，如果他们反悔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啊。夏瑶，你来安排，限三皇子九皇子五日内解决剩下存粮的难题。水长，恭送父皇。
皇兄，皇兄，我早就听闻这个夏珠儿是京城第一美人，如今我得到这个御赐姻缘，还得多亏了皇兄大度。谁不知道你是京城的废物？凭你也想解决盛夏存粮的难题，也是撒泡尿照上你的小命能活到举头说儿那天？这谁输谁是废物？这废物的嘴倒还挺硬。不过就凭你们两个狼狈为奸的助攻，还想跟我比？你我什么我？去转告夏珠儿，要是我见不到人，你知道什么？走吧。果然是京城第一美女。看够了，我先走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个混蛋，放开！想走？放开！你爷爷将你输给我，咱们俩迟早是要东方的。你个无耻下流的混蛋，拿开你的脏手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哎，放了你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你出门前。他们都交代了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九皇子，九皇子，你别这样，我求你了。要么你亲我吧，要么就告诉我爷爷的计划。爷爷他们的计划是断然不能说的，先随了他的愿，日后再说。我亲。嗯，进来，九皇子，东西准备好了。这是些什么东西啊？解决盛夏存粮难题的答案。走，外面弄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弄，回头告诉爷爷。尝一下，保证好吃。嗯，这味道也太好了。不过这次比试的是盛夏如何存粮，你这光做的好吃有什么用啊？面条阴干之后久煮不烂，而且盛夏久存也不会变质。看不出他还真有两下子。糟了，这佐料的配方是什么？完全没看见呀。老盛哥，我换了两种调料，现在重新写份配方出来，你照着采购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有了这份配方，三皇子就能先发制人，到时候看你怎么输。盛夏存粮的难题迫在眉睫，你们二人准备的如何了？回禀父皇，儿臣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，可保边关将士饮食无忧。这小妞果然告诉了他们我的方法，一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禀父皇，儿臣早已解决盛夏存粮的问题。九皇子，话不要乱说，要是做不到便是欺君。哼，我倒是想看看这次你的买卖还能不能。父皇，你看看三哥，一直想要置我于死地，他这安的什么心呢？狂妄自大，有命吧。我看你是想谋权篡位吧。不别吵了，今日要解决的是盛夏存粮之事。三日前你们都有样品封存，此刻看看谁的样品没有变质，就自知分晓了。陛下，这是三皇子的样品。这什么东西？端出去，端出去！这不可能啊！只知道阴干的面条耐煮，却不懂用油炸湿水的办法来防腐。你不翻这是一番车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三皇兄不过是盗用了我的法子，可惜他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学也学不上。你胡说八道！这是我自己研发的。就算是你自己研发的，你就给边关的将士吃这个，你可比敌军还要狠呢。九皇子得意过早。
你刚才说你能确保盛夏存粮不腐，天下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就是，那也还没样子。生儿，当初是你先提出科举盛夏存粮之计，眼下边关战事吃紧，若是连你的样子变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到时候朕必责罚于你。这老头子还有点偏心，那就让他们看看我的真本事。父皇放心，儿臣还是那句话，我若输了斩首，我若赢了，三皇兄手里的兵权得全部归我。父皇，他想要兵权就是想要造反的。你手里就有兵权，随时要造反。你得同意。来人，将九皇子的样品端上来。父皇，儿臣已吩咐他们在汤谷中加了热水，此刻时间刚刚好。哼，腐烂变质的东西，加了热水又能如何？打开看看再说。放了三天的饭食，如此香气扑鼻呀！还请父皇品尝。什么？父皇，您龙体尊贵，怎能轻易吃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？不用多说，这里尝尝看。如此美味佳肴，送到边关，朕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皇上，九皇子如此雄才大略，就反心于水火，日后必定能够当当大任。还请皇上多考虑立太子之事。只凭一次，如何能够断定他有雄才大略？皇上，您应该多关注三皇子，他才是太子的首选。都别说了，朕心里有数。父皇，儿臣已将此法整理成册，依照此法炮制饭菜，边疆战士定得饱餐战饭，富我边疆。九花儿，如今已不是僧，的确有几分担当了。父皇，之前和三皇兄说好的，要是我赢了，这兵权得归我呀。燕儿，把兵符给一九皇帝。是。备朝。九皇子，您的漂亮，那乌有一事不明，您是怎么做到让剩下的饭食三天都不变质的？完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以后打仗需要兵，找我便是。多谢九皇子，众人归子。好。媳妇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去屋里喝茶。你这个坏蛋，就是你害严哥哥的。你一个快要被废的皇子，要兵权有什么用啊？你是不是现在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未婚妻啊？我就知道药方是你泄露的，看我就能明白。哎，你放开我，混蛋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孤男寡女，我能干什么呀？你敢？我告诉我爷是你的罪。等我把你就地正法，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到那个时候，你觉得？哎，你别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我都报复。好啊，你和赵岩都有什么计划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和我说呢？不说是吧？那就别跟我说。哎，我只知道这一会儿被抓是赵岩安排的，要不你去查一下。哟，小美人啊，上次我们还没有快完呢，不如今日。九皇子，奴婢该死，上次在牢里说错了话，还请您责罚。你别害怕，我且问你，你们夜红楼最近可有外人来？每日都有外来的，
不知您是指什么？我是说你们一个公司的现有人员，不是顾客。有几名姑娘是前段时间来的，就把他们叫来。九皇子，您要做什么？达达，皇子要做什么？轮到你来问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叫。九皇子，看来他与三皇子有所勾结，刚才您为何不管？从他的房间布局来看，应该不是他，另有其人。估计三皇子只是给了钱财。小顺子，你先把这幅地图打开，等下他们来了，看看他们的反应。是。再见，九皇子。你们看看这幅地图，有认识的吗？九皇子，他们怎么可能认识啊？行了，没事了。小顺子，我们走。小顺子，你这几天查一下穿绿衣服的艺妓还有韩春，要是给三皇子报信儿，立刻抓过来。九皇子请放心，我会随时安排人手。可是这绿衣服的艺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他看地图的眼神跟别人不一样，并且手上有茧，像是练武之人，戴的手镯也不是咱们这里的产物。九皇子，你果然厉害。没事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小皇子，明日便是一年一度的算学比试，听说夫人也要参加，您要不要也去看看？算学比赛？夏珠儿还学这？夫人可是算学高手，每年都是前三甲呢。那就去看看。那明日我便带您去。起来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今日不是算学比赛吗？你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这可是算学，岂是你这个废物能研究明白的？我媳妇儿都来参赛了，我怎么能不来看看呢？你就你，也想配得上我？能配得上夏小姐呢？我有三皇子。这个公子，你有什么资格配得上夏小姐？这上面的你根本就看不懂吧？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就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居然敢说我们算学简单，简直口出狂言！有本事跟我比一下！这简单不简单？比比才行。那就别比比了，你们几个一起上吧。我严哥哥可是每年算术比赛的主考官。你想比过他，还是先比过我们几个人吧。媳妇儿，你都快成为我们的人了，怎么还能向着外人呢？你是想让我头顶呼伦贝尔大草原吗？你要比什么？我们和你一起比。我看他什么都不懂，问也是白问。这位小姐倒是有几分姿色。嗯，要是我赢的话，不用虎上做小妾如何呀？你们当胡了！你竟然敢对柳青姑娘出言不逊！你要是输了，敢不敢像狗一样在大街上趴？要是他真输，父皇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做太子，我的机会岂不是来了？就如陈公子所言，敢是不敢啊。那我要是赢了，他会往哪去？你呢，就在街上学狗吧。要是我输了，由你们说了算。好，那就比谁算得快。来，给他拿个算盘，免得他咱欺负你。不需要，我不用算盘也能赢。开始吗？小学我就学过心算，见了题目还不是分分钟算出来。本公子算完了。光算完可不行，还得算得对。算得对不对
让前面的核算先生算一下，不就知道了？先生，请看。怎么如此之快？大家都停下来吧。这位公子是，这位公子算出来的答案是正确的。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鄙人佩服。哎呀，竟然如此之快！柳小姐，跟我做小妾没什么问题吧？小顺子，对，把他给我带到街上，给我啊！遵命。你走。三皇子，救我！三皇子，救我呀！快点啊！你别太过分了，媳妇儿，我这怎么能叫过分呢？这是他自作自受啊。那你和柳青的事儿是真的吗？哟，这是吃醋了吗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柳青他并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你是皇子，不是你想拿谁就能拿谁。既然我媳妇这么关心我，那这事儿就作罢了。小顺子，我们走。此人到底是何身份？没想到他隐藏的这么深，算学都这么厉害。他有此才能，恐怕您不是他的对手。行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说要抢夺皇位，需要借助其他势力。如今您没了兵权，更要倚仗此前的计划。此计划真是，咱们俩都得死。这升级成皇位，您跟我也得死，我们没得选择。老夫还有办法。这几天，穆国公主要来解围。朝堂之上，你把此事推到赵征身上，他必然没有办法。到时候就是您的机会。那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？报，禀告皇上，穆国公主前来觐见。速速有请穆国公主。果然意外的女孩就是漂亮，这身材简直让人流口水啊。安雅参见皇上。公主不必多礼，公主这次前来是为何事啊？此次前来，一是索要边境之处立国租用我国牧区费用，二是解除盟约，自此以后，我们两国再不是盟国。为何？立国和穆国结盟这些年，却并未带给我们更多利益，所以解除结盟也是情理之中。我们先清算这四年的租借费用。这是贵国向我国租借过的牧区，这边是原先租借过的东牧区，后来换成了西牧区。如今年限已到，还请皇上将费用结清。这个年代，他们脑子都不太灵光，是人言不由。此费用是多少？按照两国约定，一共是300,000两白银。这么多？如果我们还是盟国，那完全不用结算。可如今我们已经解除盟约，那费用自然是要给的。柳皇子足智多谋，您觉得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理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弄错？这笔费用本就不该付。此话怎讲？你听我说，我们立国是不是弄的西牧区？没错，正是。西牧区是我们用东牧区换的地。对。既然是用东牧区换的，为什么要给钱？可你们东牧区也没有给钱啊。我们东牧区没有用，为什么给钱？你们用东牧区换成了西牧区，西牧区不应该给钱吗？西牧区是我们用东牧区给换的，为什么要给钱？东牧区好好的，干嘛要给你们？所以我们没有用东牧区啊。不给钱合理吧？九皇子说的极是，我们换的给什么钱呢？那我国岂不是要白白给你们牧区？怎么能要白用呢？
安雅公主，这里是丹谷，这里是木谷，这里是丽谷，他们是不是跟你们说联合起来从这边来攻打我们？你们木谷想的也太简单了，看这条路，等你们出兵了，丹谷从这条路包抄，只许你们上京，请问你们如何防范？丹谷不会进攻我们。你也太天真了吧，哪怕丹国的目的是我，假设你们两国联手侵占了利国，你们木国夹在中间，丹国会放过你们吗？安雅公主，你可得三思啊。安雅公主，只要你们木国答应不跟我们利国解除盟约，我们利国赠送你们木国一批武器，以维持我们两国之间的契约。蠢货，武器都给人家了，对方侵略岂不是更快？安雅公主，要我说的话，武器并没有安抚民生重要啊。前段时间的饥荒，想必木国也经历了。饥荒无法避免。那我们提供一些便于存放的食物送给你们如何？食物固然重要，但饥荒已过，我们现在并不需要。那再加一部分细盐呢？那我们再提供一些细盐。利国哪来的食物？如何给到安雅公主？这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我自有制盐之法。如果能给到我们木国一部分细盐，那自然不再解除盟约。那如果给不到，又该当如何呢？暂停时间，如果给不到，解除盟约也好，攻打利国也罢，都由你。好，那我便等你们盟约。告辞。行。皇上，这简直就是胡闹！全国上下谁能制作细盐来？这至于立国水深火热之中啊？皇上，父皇，一旦木国跟丹国联合起来，咱们未必是对手。说你们脑残吧，都有点抬举你。这武器是打仗的根本，我们把武器送给敌人，敌人不打得更快吗？细盐如若给不到呢？都别吵了，退下吧。皇儿，请便来。退朝。这会儿虽说你发动军粮有功，可也不能夸张如此狠。吸烟之法甚至有失。父王请放心，只需要给我一些东西，我必能制服。这次失败了，朕未必保不住你。在我赵生这里，没有失败而已。此话能如此自信，朕甚是欣慰。说吧，有什么，朕通通给你。小王子，这不也是那高深的制盐之法吗？没错，让你找的工匠们都找到了，都安排妥当了，一切听从九皇子的指挥。这小妞又来打探消息了。夫人好。别乱叫，谁是你们家夫人？媳妇儿，你咋总来我府上的？是不是想早点嫁过来？我只是听说你会制盐之法，过来看看而已。那你看着。必须要弄一些粗盐进行炼制，就像这样，是不是被我的才华所折服了？你少臭美了。提炼细盐得需要粗盐，那么工序不清楚，但我看到他用水在熬制。只要不给他粗盐，他又该如何熬制？三皇子，好办法！盐运司司城那个柳什么龙，那是咱们的人，交给他办。只要坚持住两日，第三日，即便他有的死，他也没时间练了。哈哈哈！三皇子妙计啊！只要细盐之初，那么两国联盟必可重新签署，就是不知道要给他们多少。如今立国还不算强国，想要增强实力要打经济仗，只要给他们一部分，或许他们便会继续采购。到时候要价多少还不都是咱们说了算。嗯，九皇子果然有眼见，如此一来国库充足，兵强马壮，指日可待。不仅木国要，周围其他国家也要，有了制盐之法，完全不用担心卖不出去。九皇子，九皇子，不好了，粗盐运不过来了。为何？
盐运司柳生荣和粗盐不足，无法调动。夏瑶跟柳生荣来往频繁，此事必定跟他有关。这柳生荣便是柳青的父亲。真巧，此刻我要去刘副总一趟。大胆，看见九皇子还不跪下？再见，九皇子。起来吧，柳生荣呢？老爷不在家，他已经呢，正在房间沐浴，烦请九皇子稍等。是吗？那我要去蒙古总了，走，带我去。你们两个在门口守着，我进去看看。九皇子，小姐正在沐浴，万万不可呀！怎么能到你们两个下雨，在这拦我了？让开，让开。你，又是你个当头浪子！来人啊！哎，别叫了，我的人进不来了。牛奶玉啊，怪不得皮肤这么白。再看，信不信我把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？柳小姐的皮肤真是肤如凝脂，吹弹可破呀！要是我亲手摸上一番，岂不美哉？快滚出我的房间！如若再不走，我让我父亲砍了你的头！言语司司监这么大的权力？九皇子，臣已经回来，还请出来相见。你是九皇子？把衣服穿好，跟我出去见你父亲。要是你父亲知道你的身体被我给看光了，要让你嫁给我，这可不是件好事。自作多情。你转过身去。九皇子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要事啊？坐坐坐。柳大人，这粗盐送不到制盐处，当然要来找柳大人了。九皇子有所不知，不是微臣不送，是无言可用。是吗？刘小姐，你是不是没有告诉你父亲，咱们算谁比赛你输给我，可是允诺我要当我小妾的呀？这堂堂严玉司司成家的大小姐，给我九皇子做小妾，倒也不是不可以的。青儿，是是真是假？是真的。胡闹！痴迷算学就罢了，还将自己做赌注。既然你自己允诺了，你就给九皇子做小妾吧。这老家伙这么豁得出去。父亲，我不能嫁给九皇子。为何不可？九皇子如若治不住戏言，皇上势必要问罪，我变成他的未婚妻，变成了一家人，到时柳家也无法撇清关系啊。我去，还有意外收获，真是神助攻啊！柳小姐果然聪慧啊。柳大人，这事儿你要是帮忙的话，这赌注就作罢了；你要是不帮的话，这诛九族也是有可能的。柳大人，这粗盐你从何处运来，我不关心，你可以从别处调来，对你对我都没坏处，你觉得呢？九皇子，您一定帮微臣保密啊！今晚微臣想办法会把粗盐送过去，千万不要泄露消息啊！刘大人，他是我当了皇上，定记你一大功。禀告父皇，穆国公子今日便要来取信，而九皇帝并未制作书，咱们立国当真要与穆国解除盟约吗？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三皇子所说不假，李国公主若是见不到戏言，必会大发雷霆，我们要想好对应之策呀。二位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制作出戏言呢？制言处白天并未开工，如何制作出啊？三哥，这可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
皇上，听闻戏言并未支出，我们两国的盟约到此结束。哎呀，公主，你可真是胸大无脑。你说什么？你又怎知戏言我没有支出？前两日我已派人打探过，听闻戏言并未支出，如若支出，为何不予以通告？支出戏言为何要通告？我还担心别人知道以后图谋不轨。林将军在，让人把戏言抬出来。得令。林将军在，让人把戏言抬出来。得令。这便是戏言。真是戏言？那还能讲，这代戏言便是宋元呀。可这些戏言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到时候又该如何呢？陆国可以来立国请出，我们会给出最低的价，要是其他国家那肯定要高很多。好，从今日起陆国和立国将是永久的盟国。哎呀公主，我赠予穆国那么多戏言，你可不能没有表示。九皇子想要什么表示？我想要一些穆国的良马，这对您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吧？九皇子有如此之言之法，还愁没有良马？即便是有，那该要的还是得要啊。就像我看到安雅公主如此美貌，就想要得到一样。九皇子说笑了。不知安雅公主对本皇子有何看法？未曾有想法。暗雅公主犹如天仙下凡一般，让本皇子顿生爱意。九皇子，我要走了，后会有期。其实我对九皇子也有仰慕之情，只可惜没有爱意。臣刚才看到暗雅公主已经离开，好像有些落寞之色。可能给的戏言有点少，解除盟约的事情算是解决了。九皇子，上次您说的经济战具体应该如何操作？如今邻国一个个虎视眈眈，若不加紧防范，恐生事端。你不说我都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你先回去，我想好了跟你说。老臣恭候您的消息。想要国库有钱，必须要提高国民的购买力。现代的购买力就在女人，这古代应该也差不多。那就先做个卫生巾试试，这可是女人的必需品。先去青楼卖，然后再推广到全国。小顺子，哎，小王子有何吩咐？去把这些东西买回来，顺便把夫人叫过来。得令。柳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三皇子，臣也不知啊。库房里的粗盐纹丝未动，您如果不相信，您可以派人去查。三皇子，老臣已查过，和柳大人说。那这赵生是怎么弄到粗盐？赵生做事向来捉摸不清，或许是林伯仲在帮他。林伯仲一日不出，我们的计划难成。过几日林伯仲带兵打仗，我们绝对要让他有去无回。丞相大人，可有什么好计谋？一切都照生的你的办法让在下点头。夏小姐，九王子让您去到府里。顺便让珠儿去打探一下，看看他这。三皇子，丞相，微臣先告退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微臣效劳的地方，提前告知便是。等等，这个姓刘的肯定有问题，那就弄死他，以绝后患。你叫我来，不会就是看你弄这个东西的吧？这是卫生巾。卫生巾适合我？就是你们女子用的月事布，只不过你们那个用了还得洗，我这个用完直接扔就行了。啊？珠儿，嗯，你最近是不是来月事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猜的，没想到还真是。这个东西要能用的话，以后肯定能卖疯，到时候咱们国库不就有钱了吗？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武器，以后我们立国再也不怕任何国家了。难得你有如
想法，既然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。那当然，别看我平日不学无术，可我这心里啊，装的可都是国家大事。不像那个赵岩，以后啊，你再忍忍。给我干什么？你要先试试呀，你不试试，怎么知道能卖钱啊？可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如何使用的？我这可不是占你便宜啊，我得教会你怎么使用卫生巾呢。得先把裤子脱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什么？我来帮你啊。不行，我不救你，不行，不行，快住手，快住手，快放开我。算了，赵生，你混蛋！天地任如许，朝廷谁请缨？好诗，好诗啊！媳妇儿，这么早就来了？昨天睡得好吗？你这个混蛋！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大早上睡这么大气？都怪你，让我用什么卫生巾，弄得床上到处都是。啊，漏了？你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看看。哎，你都怪你弄什么破东西，气死我了！我这不是也第一次弄吗？我今天再升级升级，你再给我试试。你爱找谁找谁试，别找我。媳妇儿。小叔子，我进来。小皇子，这夫人为何生气？你还装？你在外面都偷听完了，还问我？夫人不给试了？你给我找几个来月事的女子，找不着，打你不知道。小皇子，我一时之间上哪跟你找人去？我不管，必须给我找。别管我。九皇子，今夜空闲的姑娘们都在这儿了。您不会要让他们一起伺候您吧？怎么不行吗？行行行，只要啊您玩得开心怎么都行。你们几个是有月事在身吗？小女疏忽忘了此事，有月事的就先出去吧。不不不，没有月事的全部出去，有月事的留下。啊，九皇子，你怎么留下了有月事的呢？杨楠，皇子要做什么还轮到你来说吗？请皇子恕罪。听不见吗？你们两个出去，你留下。走吧，出去。你把裤子脱了。啊，听不见吗？这是卫生巾，就是你们女子常用的月事布。你的月事布呢？九皇子饶命，小女子月事还未到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说你有？我不想接客。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谢九皇子。九皇子，刚才骗您的女子好像就是上次穿蓝色衣服咱们怀疑的。属下打听到了。对，我那会儿已经发现了，她去怡红楼就不是做妓女。可奇怪的是她并没有跟什么女子接触。还好她便是。王顺子，啊，这个人好像不是针对咱们的，要是跟踪咱们，就不会被咱们发现。看来是从怡红楼里出来的，难道跟你想的一样？不好说，咱们先回去。多少年了？这皇子，昨晚微臣遇到了刺杀，在什么地方？天海酒楼后面的巷子里啊。你觉得会是谁做的？微臣跟您说实话吧，之前指使微臣不给您送盐的是丞相大人。就知道是他，我现在就去禀明皇上，把他给抓起来。嘿，九皇子且慢，仅凭微臣一人之言，皇上断然不会相信。想要此人谨慎无比，没有十足的证据，无法拉他下马，甚至会反咬您一口。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你现在去找夏瑶，告诉他昨晚被人刺杀，很可能是我派人去做。如此一来，是不是他们不会对付微臣了？大概率是这样，但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如今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微臣此刻前去。微臣现在知道应该又不是，请你放心。您说昨个夜里
杀呢？程家大人，千真万确啊！微臣怀疑是赵生，上次没要到盐，这次自然把罪名加在小陈的头上。他竟然要害你！可见此人心狠手辣，不可小觑。三皇子有何上策？必须严加防范。刘大人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们商量好了对策再知会。微臣便告退了。那个李春荣还是有用的，暂且先留他一条性命，关键时候还得替咱们挡一挡。看他的样子还是比较幸运。不过赵生最近几个月什么都没做，听珠儿说才得到什么月事。我早知道他不务正业，明日朝堂你把此事告诉父王，定会定他的罪。今夜他还会去逸风楼，老臣派几个人去调查。你们用了卫生巾效果如何？回禀九皇子，实属不错，比那月事布啊舒服多了。九皇子，这个卫生巾多少银两买的？这么好用，我们一红和姑娘都要买的。过几日大批生产出来之后，让小顺子给你送过来。好的好的。回禀皇上，凶国挑战书已下，还有半月有余，他们就会攻打而来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荣爱卿有何对策呀？父皇，如今战事将近，有的人却还在不务正业，整天往返于怡红楼之间。九皇子近几日频繁出入怡红楼，老臣希望此次出征，林将军带着九皇子前往。这老不死的真坏啊，这不是明显让我去送死吗？回禀父皇，此事属实，但是儿臣去青楼是为了补充国库。补充国库跟青楼有就你这个脑子，我劝你多喝点六合的。父皇，儿臣最近专门为女子研发了月事布，也叫卫生巾，最近在青楼卖的。我们只需要把卫生巾推广出去，到时候周围其他邻国都会来我们这里买，到时候我大力国定会繁荣昌盛。臣相信九皇子所说属实。不错，这倒是一件历史。如今凶国马上就要打过来了，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打胜仗。林将军，你认为该如何应对啊？臣认为想要打胜仗，一是军粮充足，二是武器精进，三是须知对方的策略。老臣希望九皇子能够解决这件事儿，毕竟九皇子向来足智多谋。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太不留情了。既然丞相大人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想想了。我看你是解决不了，你是不长记性还要跟我赌？你敢是不敢？输了我的府邸给你，赢了你的府邸给我。好，这古代打仗一年半载的，有什么食品可以保存的久一些呢？哎，有了，哎，九皇子，你在弄什么？方便面，也就是军粮。看着工序挺复杂呀。这东西容易保存，吃了还挺贵。等会儿弄好先让你尝。好，老陈先尝尝再说。珠儿，你爷又让你来打探消息了。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？想通了，想要嫁给我了。我说咱俩就早点完婚，这样你就不用来回。老陈也觉得早日完婚为好。我可不想那么早完婚。哎，你这些是在忙什么呢？好吃的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边有人打，先出去点。哎哎，看着品相不错呀。我是不知道味道如何，我来尝一个。嗯，味道还不错啊。真是美味，九皇子好手艺呀。这些东西做军粮完全没问题。九皇子，你真是神人也，这样叫什么随身携带，嗯，真是方便。珠儿，一会儿回去你给你爷爷带着。嗯，好啊。明天要有好戏看喽。珠儿，嗯，你跟我接触这么长时间，你对我这人感觉怎么样？刚开始确实挺讨厌你的，不过最近看你为国家设计着想，
有所改观。听你这意思是，开始喜欢我了？没那么讨厌了呗。我肯定是要娶你的，你跑也跑不掉。我提醒你一下啊，离那个赵岩远一点。我最近已经许久没去见过他了。嗯，这么快就到了，你亲我一下。想得美，嘿。珠儿，这是九皇子怒坏他的军粮，说是让你们尝尝。为何如此之快啊？大皇子呢，不必担心，解决军粮问题怎样才算？即便弄出了军粮，打仗之时不够吃，也算是解决不大。丞相所言极是啊。珠儿，你吃过吗？我已经尝过了，味道还挺不错的，你们也尝尝吧，我就先回屋了。嗯，挺脆，味道还真不错哎。他居然有如此伎俩，咱不慌，在半道上把军粮给他劫了，看他怎么样。就你办。九皇儿，这就是你说的军粮吗？没错，这种军粮便于携带，保存时间长，既能充饥，口感还不错，可以大幅度提升将士们的战斗力。那众爱卿都品尝一下吧。娘们，大家伙先别吃，吃完谢过。去去去，我们昨个夜里吃的，一早上就出现了一切都争端。活该，就是针对你们的。九皇子昨日给我们送的军粮，让我们品尝一下。结果我跟丞相就只吃了一点，吃完就开始拉肚子了。皇上，这种军粮要是被将士们吃了，该如何打仗啊？啊，哎，是我弄错了。给他们包的那张纸是之前给我泻药的。你问林将军，他拉肚子了吗？昨日我们给其他大臣他们也送了呀。的确，昨日老臣也吃了。嗯，没有任何问题吧？九皇子昨天给我府里送的食粮，我们一家人都品尝过，都说顶呱呱。九皇子手艺不错，我们也吃了，真是人间美味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皇上，老臣还要再出一次宫，皇上。这次算是九皇二赢了，皇上。还不能算赢，要说做军粮谁做不出来啊，军粮能否解决战场问题，这才是输赢的关键。若仅能做出来，那儿臣也能做出来，但咱们的目的是打胜仗，倘若九皇子能够想出打胜仗的策略并且真的赢了，那才能算儿臣输呢。尽管放马过来吧。那么此次凶国来势汹汹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把地图拿来。林将军，凶国是否从这里出兵？没错。两军在哪里相遇？这恐怕无法计算。这两军在哪相遇谁能知？要能知道我也能打胜仗。九皇子我可是知道。不要用你们的认知来挑战我的知识。那九皇子说说他们到底在哪儿行？林将军，我们立国的军队一天行军多少？四十里。凶国呢？凶国都是骑兵，比咱们快六十里。全长多少里？两千里左右。拿笔来。好的。知道你们看不懂，在两方行进二十天的时候，两方会相遇，也就是我立军行进八百里处。对，前后误差相差一天的话，也就是在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三天内会遇见。到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设下埋伏，就定能会打胜。
说得到心情，如若不是九皇子，这是打仗，不是儿戏，败了谁也负不了责。那就试试呗，万一呢？既然九皇儿这么有把握，朕相信他不是凭空算的，便相信他一次。微臣也相信九皇子。陈将军，你相信九皇子吗？微臣坚信。那就这么定。退朝。我的算法不会错的，赵岩和夏瑶一定会采取措施。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案。九皇子金甲。我刚刚画的这条小路是当地村民走的，很少有人知道。到时候陈将军只需要带兵走这条小路，就会到达这个地方。这是五绝山，在这里设下埋伏，利用山势滚落山石，这次征战必胜。如果走错了路呢？相信我，不会错的。陈将军，九皇子不会错。军粮也要有备无患，我来告诉你怎么做。及时给熊国那边报信，不管赵深说的对与否，都要一一告知，以免出现纰漏。老臣这就去办，我先去怡红楼那边把消息散播出去，包括截获军粮这个事也要及时安排。无论如何这次都不能让赵深得逞，否则三皇子日后在重大臣面前没了威信。这次一定要赢。今晚他们肯定会来怡红楼传递消息，我就看看他们能不能传出去。拜见九皇子。麦子包，上次你说你不想接客，今天不管怎么样你留下来陪我过夜。九皇子，林特只卖艺不卖身的。这是你卖的呗，不卖留不得。九皇子，我真的只卖艺不卖身。你不卖身，你来这怡红楼做什么呀？我只想赚钱。赚钱？你会唱曲儿，去戏班子不比在这儿赚得多？戏班不要我。对不起，出来，我砸了你们腰包。怎么回事？九儿子，有个醉汉非要找林翠姑娘。元帅，全哥，元儿子，元帅，林翠姑娘真有客人了。客人，哎，客人，这我小林翠，我腿不直的，大师，全是我，是这样的，赶快给我滚出这一条楼。就凭你，还敢跟我抢林翠姑娘？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子，四方嘴死鱼眼，也别和我家公子争林翠姑娘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哎，老公，有本事你杀了我吧！杀了你就便宜你了。小顺子，把他给我压下去。是。公子，您今晚自个儿回去。我今天晚上住怡红楼了，跟林翠姑娘一度春宵。走。走。慢点。想传消息出去，没门儿。啊，九皇子，你轻点儿，我是第一次，好疼啊！刚开始疼，一会儿就舒服了啊。这个地方代表肝，你的肝也不行了。啊，好疼！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脾胃肾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现在你来给我挂。你就说肾那个不仁，我这个肾呢相当的厉害，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哎，九皇子，您这是咋的呀？昨天晚上被林翠给折腾的。您这是跟林翠姑娘行房了吧？别废话了，昨晚抓到的那个人呢？关起来了，就等您回来审呢。行，带我去看看。说，谁派你去找林翠姑娘的？我自己要去的，到个还需要谁指使啊？林翠姑娘只卖衣不卖身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就是要找她去喝点酒。说实话，小顺子，在我的鞋给我脱了。是。哎呦，小王子，您这是要干嘛？给他用刑，饶他酒席。你不用说，
我说我挠他，爽不爽？没什么说。小王子，您这法子也不行啊。不过跟他腿毛倒是挺旺的。要不，你快拔他腿毛。小顺子，你这个人挺变态的。不过，我喜欢。你们拔！哎，你拔！哦，要你不说，拔光了。看你说不呀，看着我都疼啊！叫你拔！快说！我说，我说。你早说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我说了吗？再话说，是什么人让我带个纸条给林翠姑娘？谁？我不认识啊，我不认识。纸条呢？纸条让我吃了，他晚上出事儿，就让我把纸条吃了。上面写了什么？我不识字儿啊。小顺子，把他给我带到书房。对面啊，哎呀，你看看，跟你描述的一样的。哎，是他，就是这个人。小顺子，把他关起来，然后去查一下画上面这个人。哎，走。小花子，把他那个人没查出来，你觉得谁像认识他？要不看他表情就知道了。走，媳妇儿，赶紧出来！媳妇儿，赶紧出来！媳妇儿，赶紧出来！媳妇儿，怎么看着不太高兴了？谁让我媳妇生气了？干嘛这么叫我？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啊！这不显得当亲吗？九皇子，不知九皇子。是来找老夫的，还是来找珠儿的？都找，都找。莫非九皇子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啊，等下几个。丞相见多识广，想问一下丞相，啊，识得此人呢？不知此画像是谁所做的？没别人，我画的。想不到九皇子还有此才能。不过此画之人。我未曾见过，是吗？那珠儿，你可识得此人呢？没见过。哎，对了，珠儿，卫生巾我做了全面的升级，这两天就要福利试试啊。我不去。这次可不会漏了，绝对包裹的严严实实。你，哼，珠儿，珠儿。九皇子，如您所愿，咱们的军粮半路上被抢了。抢了？什么人抢的？没有抓住，是一些山山匪。山匪必然是得到了一些消息，不然不可能知道经过的时间。那就带兵把山匪给抓了。山匪一直在阴山那边，地形复杂，多次剿灭均未成功。那就直接把山匪的老窝给我炸了。九皇子，用什么炸死？喂，你们这也没炸药，不过我能弄出来。林将军，过几天带你去剿灭山匪，不过你要给我准备一些东西。只要能剿灭山匪，那必是大功一件呀。林将军，帮我准备这些东西送到欧府。得令，老臣这就去。九王子，您这是弄什么呢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些东西不都是炮仗用的吗？这些东西不仅能够用作炮仗，还可以用在战争上。原来如此，我也试试。谁让你那么大劲儿啊？小子该死。九王子，林将军剿灭了山匪，而且那是您的方法呀。太好了，山匪的老窝一端，对咱们来说更有利。林将军说了，不仅抓到了山匪头目，明日在朝堂之上还会把这件事情禀告给皇上。而且山匪头目还供出了一个人。谁？
启禀皇上，阴山的山匪已昨晚被老臣一举拿下。林将军是何时想到叫山匪之名？这次多亏了九皇子，他研制出了炸药，直接把山匪的老窝给炸了。九皇儿，你还会弄这些？回禀父皇，儿臣还能够研究出更厉害的武器，到时候我大理国定能百战百胜。九皇子的口气也太大了，现如今立国兵力缺，根本不可能常常胜。皇上，这次山匪抢夺了征战用的军粮，所以老臣才想要剿灭他们。山匪头目还供出了一位将军，那是夏丞相的学生之一郑天和。不可能，郑将军不可能跟山匪勾结。军队出征的消息便是他泄露给山匪，否则山匪能抢夺到军粮吗？万万不可轻信林将军一面之词，连山匪头目都未曾见过，怎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？对啊，父皇，万一林将军所言都是他编的。林伯忠，朕派你去彻查这件事，务必给朕一个交代。遵旨。林将军，此刻我们就带人去抓郑天和，晚了他可能就跑了。得令。现在该如何做？老臣有把握郑将军不会乱说，他们应该是有证据。我们也前去。林将军，你带人来我府上何贵？军粮被山匪所截获，山匪头目说是你告的消息。就凭山匪两句话你也信？信与不信，今天必须跟我走。那我今天不去了。林伯仲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事情没有查清之前就敢抓人。宰相大人，这是要维护自己的学生吗？老夫是遵循立国立法，我便要看看你是如何把人带走。他，我今天还就抓定了。你敢造次，反了天了！林将军，得令。把人给我抓走，谁要是敢拦着，杀无赦。郑将军，你是跟我走还是不走啊？我跟你走便是。堂堂九皇子，不经调查，听信山匪，废话何在？听不听的，你都是很想要攻击。你现在说实话，我还能保你，否则再隐瞒下去，啊，性命不保。我没有做的事情，为何要承认？我听说郑将军最近刚娶的小妾，相貌端庄秀丽，要不叫过来看看？九皇子，您要对付我就对付我吧，不要牵连我的家人。你都快要死了，总不能让他们守寡吧？我今天晚上帮你好好照顾照顾。士可杀不可辱，你杀了我吧！我偏偏不杀你，我就要侮辱你。小顺子，在。去郑将军家，把他们最好看的小妾叫来。得了。九皇子，我说，我全都交代。说吧。是丞相大人让我这么做的，但是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。郑将军，你以后愿意跟着我？能够跟着九皇子是微臣的荣幸，微臣当然愿意。好，我等下放你出去。如果夏瑶问起你，你就说是没有证据放。他近期有什么动作，你立刻告诉我。不要耍小聪明，否则后果。知道，微臣绝不泄露消息。多谢九皇子。看来他们只是为了吓唬。他们还问你事？没有。军粮都有，为何军队没有？一路行军，士兵们吃什么？这是有些蹊跷。丞相大人，微臣先告退。您需要学生的时候，您再告知。速速归去吧，免得家人挂念。朱儿，你去赵生那里一趟，问一下事情的原委。我不想去，我每次去他都……他怎么你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不太想见他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，否则绝不放过他。
我校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这一次了。九皇子，你小心点，别伤着自己了。不会的。哎，九皇子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真是个天才，居然被我给弄出来了。你这又是在弄些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一种新型武器，敌人在那里，空中这里，就可以枪把打死。吹牛！来，你来试试。这只手端在这里，这只手放在这里，三点一线，瞄准，砰！啊，有了这个武器，那立国以后都能打胜仗了。对呀、啊，谁能挡住这么厉害的武器呀、啊？军粮被劫，军队依旧前往，就这个。媳妇儿，你来这一趟，不会咱们就聊这些吧？你再这样欺负，我以后就不来了。你不来，我会去找你，还一样吗？我现在就去。哎，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。六宫粉黛无颜色，这诗句是你写的？对，专门送给你。还有另外一首，仙指如春锁，媚眼若秋波。九王子，九王子，把他找你。九王子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不用行礼，父皇有事跟你说。请父皇吩咐。再过一届时日就是中秋节，周边各国前来的使臣众多，去年死了好几个，导致一些国家跟帝国解除了盟，如今不能再重蹈覆辙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保证这次不会出事。估计不能出事，还要防范其他国家使臣作祟。儿臣明白。我记得历史上面记载过，某年的中秋节他们的确作乱了，而且规模还不小，难不成是这一次？小顺子，哎，左皇子有何吩咐？立刻去请林将军。得令。九皇子，林大人到。父皇让我负责这次的中秋佳节，担心外国使臣作祟。看来皇上是越来越器重了。这次中秋佳节，凡是进入京城的人员，随身武器全部卸下。你是担心他们有所行动？肯定会有所行动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如有作祟之人，一定里应外合。让我想一想，想起来了，记载的是叫陈德仁的跟外国的勾结，最后是抓住了。可是损失了很多的兵力，父皇差点被杀。陈德仁你可认识？和陈廷将军隶属一个家族，但二人立场不同。陈德仁是三皇子的得力干将，派人跟踪的，有什么行动立刻汇报。是，老臣这就去。好，去。主人说赵生研发出一项新型武器，威力巨大，咱们得去查个仔细。这赵生诡计多端的，一时半咱们也查不出来呀。我是皇上知道此事，很像大人，果然高啊。我们此刻进宫将此事说明，顺便栽赃一下赵生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要不说您是丞相。我们现在便去。哎，走。朕为何不知道他弄出了新武器？父皇，您要小心啊，他造出新武器，恶造反之心啊。皇上，三皇子所言极是，他为何不告知皇上您？想必是心里有鬼呀。那你们二人还有见到九皇子的新武器？老臣并未见得，不过臣的孙女夏珠儿亲眼得见，还体验了一次新武器的威力。明日带上夏珠儿，朕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臣遵旨。生儿，听说你瞒着朕弄出了新武器，何有此事？回禀父皇，新武器还不够稳定，需要多番测试才能使用。你擅自制作武器，可有经过父皇同意？不会是有什么造反之意？你，九皇子为何不敢公开？怕是有什么私心吧？原来你们又要陷害我。夏珠儿，
你来说说，新武器到底如何？威力怎样？回禀皇上，威力巨大。父皇，武器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是怕泄露出去，导致敌人有所防范。也是怕父皇防着你。皇上，九皇子所制武器虽说威力巨大，可确实是为了防范边境之地，这一点我可以证明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五儿。九皇子所制的新武器水远程攻击，可以击中百米开外的敌人，一击毙命。若真想用这新武器做点什么，是谁都拦不住的呀。那不就是弓箭吗？算什么新武器？那我就让你开开眼界。小顺子，来。是。父皇，无论如何私自制造武器，那都是大罪，你一定要明察秋毫。自有分寸，不用你来指点。皇上，三皇子也是为了您的安危着想啊。保护父皇不需要你，我和林将军足矣。九皇子，父皇，这就是我研制的新型武器，原初那个石头就是标靶。父皇，这就是您的贴身武器，以后谁要对您有所图谋，您就将他打死。这比例未免太大了吧。这枪好用吗？父皇，我来教你。手握到这里。哎哎，这别！父皇，太好。圣儿，你这新武器朕非常喜欢。父皇，只要咱们生产出来一部分，以后打仗，不管敌人是骑兵还是步兵，百米之内进攻必死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，朕赏赐给你。父皇。儿臣不需要赏赐，只要保住咱们的江山即可。生儿的确长大了，朕甚是宽慰啊！走，跟朕一起进膳。父皇请。气死我了！休让他得逞。三皇子，凡成大事者必须要忍。如何忍啊？如若让他这么下去，咱俩计划岂不落空了？制作火枪得需要。火药是有限的，若是我们把它全买光了，他拿什么来制作火枪？我这就派人收集火药。九皇子，不好了！慌里慌张干嘛呀？什么事儿？说。京城的火药都买光了，听说是三皇子派人买的，好像是针对您的。这可不可？我看他日后怎么处理。那咱不管吗？不要理会他们，该做事做事。禀告皇上，军队出发这么长时间，依然没有任何消息。父皇，此次出征全是九皇子安排的，想必是失败了。不告诉罢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打了败仗？按照九皇子的计划，不可能失败。那既然没有失败，为何到现在还无人禀告？你那么着急干嘛？难道路上不需要时间吗？父皇，儿臣恳请你废掉九皇子的兵权，他只会纸上谈兵，根本就不懂用兵之道。难道三皇兄很懂？生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传令将军到。回禀皇上，此次我军与凶国交战，大胜而归，并且未损失一兵一卒。怎么可能？军粮不是被劫了吗？这多亏了九皇子的深谋远虑。生儿，你来说说吧。回父皇，在出征之前，儿臣便知道粮草有可能会被截获，所以让林将军另外安排了押送粮草的军队，从周边的小路穿插而过，提前到达了既定的位置。那到底是在哪里打败凶国的？回禀皇上，在五绝山，九皇子命我军在山上提前埋伏，待敌军经过之时，乱石滚下，一时之间敌军便死伤无数，不得已溃败而逃。不是说你算计好了交回地点？那是给叛徒说的，不会是三皇兄吧？怎么可能是我？既然不是三皇兄，那你和宰相那么着急干嘛呀？难不成打了胜仗你不高兴？打了胜仗，老臣自然是替皇上高兴。别胡说啊！谁不高兴？恳请父皇赏赐陈廷将军及众将士，这次大胜凶国，短时间内他国定然不敢来犯。准了，谢主隆恩。打了胜仗，朕自然高兴。马上中秋节临近，千万不能出意外。父皇。
此次中秋节的安全由儿臣来负责，不用，就让九皇儿来管理吧。谢副官。三王子，中秋节是咱们的节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听说连武器都不能拿进城内，这次咱们要提前想好对策，提前备好武器。只要这次成功了，后面的事情便好做。那万一使臣随便死几个，仗着这个土匪关系。 这次我要看他如何应对。九皇子诡计多端，你可万万加小心啊！媳妇儿，你还会弹琴呢？你懂什么？中秋来临，有四年一度的曲艺大赛，前来参加的有各国的名角，我也想去试试看。还有这规矩，我怎么知道？ 你整天花天酒地的，你能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的可多了，比如，臭流氓。九皇子来老臣府里有何要事吗？我来找我媳妇儿。丞相大人这么晚才回来，莫非是找什么事情？ 老臣只是年迈，行动缓慢而已。这次比赛你想不想夺冠？那是自然，但凡是来参加比赛的，谁不想？只不过这穆国女子个个能歌善舞，想必冠军应该是他们的吧。要是我能让你拿第一呢？这岂是你想让就能让的？跳个现代舞，唱个现代歌，绝对第一。 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都听不懂。等我弄把吉他，再把你的衣服给设计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公子，您是让我做这些衣服？没错，这也太简单了，就是一块布，中间一缝，不就是了？你听说这次曲艺大赛了？这是我新研发的，叫抽断曲。 做到膝盖就行。那我试试。这次比赛我们要拿的体力啊！你垫你的衣服会比外国试试强。我先回去做出几件试试。挑了你们几个，知道要干什么吗？九皇子，您到底要做什么？上次让我们试用卫生巾，不都试用完了吗？每人一套，换好了给我看。 啊，这也太短了吧！这不短能吸引他们吧？赶紧换！别害羞，赶紧换啊！嗯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就这身材，秒杀各路明星了。九皇子，您看满意吗？ 真棒！都能女团出道了。九皇子，你让我们穿这件衣服是要干嘛？给我媳妇伴舞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这个东西是何物啊？给她，给她。有钥匙。苏芳子。 这两天他们有动静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应该是想在中秋节的晚上制造 骚乱，趁机杀死外国使臣和国外勾结，给父皇施加压力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他们的领头者必须从这里经过到达城里，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混水摸鱼的地方。到时候我们在这里设下埋伏，抓他个措手不及。其他人呢？抓住他，其他人没发现动静就赶紧撤。我和林将军打得过他，两个人打不过一个人。 丢不丢人？也是啊，请九皇子放心，绝对抓住这个人。好。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给你找了几个伴舞的，你去看看，这次绝对能拿第一。你在哪儿找的？怡红楼啊，个儿的漂亮。怡红楼。
我才不去呢。你先去看看，怕什么呀？哎，你放开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来，伸直点，来，3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你看这两个行不行吧？他们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你就说好不好看吧。好看是好看，不过这也太露了吧。你这就不懂时尚了吧？只要能有母国，怕什么呀？那他们跳舞，我干什么呢？你唱歌啊。小郑子，把鸡蛋拿过来。我种下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你就唱这个曲儿啊？没错，女孩唱这个带劲儿，绝对能拿第一。嗯，曲儿还不错，不过我也得像他们一样穿那么短。那当然了，一会上台就给。你俩女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弄好了，几个重点守卫都是咱们的。好，我们三个去买，看要不要带点兵。老婆，人多了动静太大，容易被发现。是，腰间系有红色布条的人，全部按住抓起来。身后的人，是，九皇子放心，一切都在掌握你中。好，我们走。对，朱二，再见，九皇子。绵里，朱儿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衣服，赶紧穿上给我看看。那你先出去等我吧。九皇子，今日中秋佳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找朱儿有事儿，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。老臣好意提醒您，今晚发生的任何事情，九皇子您都脱不了干系。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完全不用担心，九皇子自信便好，老臣还有要事，请行礼。你赶紧走。哇！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你看什么？比赛快开始了，我们赶快走吧！马上开始了，快来不及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种下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我做了那些标准的女人，这是三生有幸啊！我就是我。要每天为你生气，点着蜡烛燃烧自己，只为照着你，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，生命随的爱你永远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我说我是你的小苹果。跳得太好了。我不紧张啊。别紧张，肯定第一。我宣布四年一度歌舞大赛总冠军获得者是小苹果。啊，我们赢了。九王子。哎，好消息啊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属下刚刚从裁缝店里回来，您说的那个什么销售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。卫生巾已经卖疯了，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
夫人弄的那个超短裙女团已经火遍了整个京城，超短裙如今也是供不应求，还有人高价求购呢。看来名人效应在哪儿都管。不过呀，小人还打听出来一件事，您说的腰缠红布之女，我还就怕他不来呢。传令动手。是。按理说时间也差不多，怎么一点动静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郭连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启禀三王子，咱们派出的人都消失不见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没有，都像凭消失了一般。这到底哪出了问题？会不会是中间出现了叛徒？这总不可能全都背叛。再回去好好查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按原计划行事。好的，三王子。看你往哪跑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把他带上天牢，回头再说。周公子，林将军来了。都问出来了，的确是三皇子之事，只不过我们防范的太好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人士。哪个国家？商。此次中秋佳节，九皇儿做得非常不错，功绩上面必然有你一笔。多谢父皇。皇上，臣还要告诉您两个好消息。请讲。由九皇子设计的短裙现在已经卖疯了，尤其是周围的几个国家都在疯狂预订当中，此次收入是非常之大呀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九皇子发明的卫生巾在我立国已经是供不应求，嘿，个个都给了五星好评，周围的几个国家也来疯抢，甚至出现了一金难求的现象。九皇儿有如此大能，那是立国之荣幸啊。所以臣恳请皇上将九皇子立为太子。皇上，老臣有愚见，这些并不能让立国安稳，如今周边国家虎视眈眈，跟他们达成良好的协议才是重中之重。父皇公主到。哎呦，这不是老熟人吗？皇上，我此次代表穆国前来，是想让立国成为我们的附属国。凭什么让我们做你们的附属国呀？穆国国土面积大，经济发达，人口之多更是我们的两倍，做他们的附属国并不亏。平时让你多读书偏不听，今天这个不行。人多就厉害吗？武器强才厉害吧？打仗是比人多吗？是不是我们给你们戏言太多，齁得你们来寻衅找茬来了？九皇子的戏言的确不错，但一码归一码，难不成你还想比试比试？你想比什么？我随时奉陪。再者说了，你们穆国距离我们立国有多远，还想让我们做你们附属国？做梦了。你们立国整体发展不好，让你们做附属国是瞧不起你们。你这姑娘真是胸大无脑，你们穆国到底哪点比我们强？就单论皮革来说，你们就比不过。皮革算个屁呀，有本事你们穆国别来我们这儿买我们的卫生巾呢。九皇子，你们立国我们了如指掌，而我们穆国你们又了解多少？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九皇子您不知道。这是本事，拿笔墨纸砚过来，我今天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知己知彼。这里是你们穆国的都城，对不对？你去过我们穆城？没有去过，我也知道。你们穆国总共有三座城门，这边还有一个逃生门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这里有一条很多国家都不知道的路，假设从这里攻击你们，
从这边过去，攻打你们隐藏的这个城门，你们根本守不住。我还有一个攻破城门之法，这边有条河，我先把你们的城池给淹了，然后再攻打你，不知道你们守不住。你没有去过我们都城，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？我还知道商国最近在跟你们打仗，商国和我们是联盟国，到时候把这些告诉他们，不知道你们还能出？不可能，前段时间商国说已经跟你们解除盟约了。你们也真信？攻打立国和攻打穆国哪个重要？他为什么打你们不打我？公主，如若此刻我们跟商国一起出击你们的穆国，恐怕你们就会亡国了。假如你们穆国跟我们立国是联盟国，那到时候商国前来求助，我们也不会继续帮助。你现在是在威胁我？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了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那公主请自便。林将军，即刻传快报给商国，告诉他们攻破城门之法。是。你恐怕到时候你回去连家都没。公主长得如此漂亮，到时候落到商国之手。好，如果跟你们立国结盟也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公主请讲。告诉我如何能让商国攻打不了我国。这个秘密我只能私下告诉你。公主上次来访我没有尽地主之谊，这次就当是补偿。听闻九皇子研制出一种乐器，能让人三月不知肉味，可否让小女见识一下？我一个人弹奏没意思呀。听说公主舞姿绰约，可否？那就要看九皇子弹什么样的曲。王子可还满意？公主真是一顾故人长，再顾亲人也更。九皇子好文采啊！公主，既然氛围都到这份上了，我们下一步如何？你我二人都是身份尊贵之人，若是真对小女有意，便向穆国提亲一种。两国联姻有很多束缚的。啊，现在屋也跳了，便宜人你占了，可以告诉我主要就是个实话。好。我便告知于你。多谢九皇子了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还能相见。这枚玉佩就送给刘泽纪念。有缘自会相见。回到穆国，我自会禀告父皇，永不背弃与立国的盟约。多谢安阳公主。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要不你跟着人家回穆国呗。媳妇儿，你这是吃醋了？谁吃你的醋了？媳妇儿，竹儿，你等等我。九皇子，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回来了？我刚送完穆国公主，正好碰到竹儿，我们俩还有事儿，进屋探探心啊。穆国公主离开了？对呀，总不能一直待在咱们这儿吧？盟约签了吗？签了，先去忙去吧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菊墨说：“啊，你干嘛？爷爷还在外面呢。”他耳背，听不见。九皇子。柳青姑娘说是找您有急事。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柳小姐来找我，不会是想留宿这里？给我来一番鱼水之欢吧。你，美妞，说吧，来找哥哥什么事儿？这是父亲让我送过来的。哦。先走了。柳小姐，不多坐会儿？小顺子，来，去怡红楼。林翠姑娘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要当妓女？九皇子，
你在说什么？小女子听不懂。听不懂啊？那你就给我跳跳舞。跳舞？没错。九皇子，来这种地方看跳舞多没意思。你以为？灵翠姑娘不是只卖艺不卖身吗？九皇子想要小女子的身子，那我也是心甘情愿。脱，接着脱。九皇子，不如我们去床上吧。灵翠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我们玩点刺激的，你觉得呢？你又想玩什么刺激的？九皇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样不刺激吗？九皇子。灵翠姑娘，你好好看着，我怎么把给你传递消息的人给抓起来呢？小顺子，进来。九皇子有何吩咐？把门关上。是。你穿上之前灵翠的衣服，跳个舞。我跳舞？没错啊。九皇子，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爱好的？你太变态了，我不跳。我让你跳就跳，咋那么多废话？王子，您说我一个大男人穿女人的衣服跳舞，那传出去怎么丢人呢？我给你一两银子，这不是钱的事情。五两。我小顺子也是有底线的人。五十两。好嘞，马上给您跳。小顺子，你这舞姿也太辣眼睛了吧？不是你们让我跳的吗？我窗户那边去点，等会人就来了。别说话。林森，你怎么样？你快走，不要管我。你觉得他走得了吗？外面全是我的人，放过他。你们两个人约定，今晚灵翠在房间里跳舞，你看到她的影子便会来接走她，对吗？竟然什么都知道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们不是厉国人，而是商国人。商国的使臣死了两个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，准备撤了，对吗？我们不是商国人。我原以为你们是凶国人，没想到是商国人。里应外合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杀了我！有骨气！我早已喜欢灵翠姑娘多时，我今日便和她行房，而且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。林翠，九皇子，九皇子，我陪你，你放了他好不好？我陪你。林翠，你不要，千万不要！你陪不陪我的，你说了不算。我想要知道什么，你们一清二楚。好，我说，我全都交代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好好陪我吗？我给你机会呀。九皇子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都是他们指使我们的，我们什么都说清楚了。按照你说的，杀了人只要说是别人指使的就可以脱罪了吗？我，好好在这待着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休想离开这里。九皇子，你不是想要我的身子吗？我给你，你放了我好不好？我会放了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启禀皇上，商国死了两个使臣，等会儿商国的将军说来找咱们。启禀父皇，此次事件皆因九皇帝护卫不当道，责任全在九皇帝。那三皇兄觉得应该如何惩罚我呢？理应送去商国当人质。皇上，此事罪在老臣一人，和九皇子无关。在一人？你一人担得了责吗？九皇儿，事已至此，太让朕失望了。
启禀父皇，早就有人暗中私通了商国，想对咱们立国动手。一派，你有何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了。商国使臣武商将军觐见。我商国使臣在你们立国遇害，此事一定要有一个交代。武将军，有没有可能你们的两个使臣是被你们自己人所杀？我们自己人杀自己人，可能吗？你是谁呀？竟敢如此妄言！我乃立国九皇子。哼，一个小小皇子，竟敢信口开河！来人，把人给我带上来！放开我！哼，从来没见过。吴将军，是你给我杀了上官使臣，求求放肆！本将军从来没见过，你为何要陷害本将军啊？在我大理国的朝堂上杀人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不服？不服的话，你我可以比试比试一下武艺。你若比不过我呢？如果你赢了，我大商使臣被杀一事就此作罢；否则，大军压境，灭了你们立。九皇帝，你赶紧给武将军道歉了。谁人不知武将军武艺高全，跟他比试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此人武队的确非凡，九皇子要小心。我今天就是要灭灭你的威风，不然你还真以为我大理国没人了？就按你说的，我跟你比，你要怎么解决商国使臣被杀之事啊？只需要把你们立国三座城池割让给我们商国便可。父皇，你赶紧让九皇帝给武将军跪下道个歉呢！只需割让三座城池，总比被商国灭了要好啊！皇上，以老臣之见，丢几座城池总比被灭国强啊！皇上，如此奇耻大辱，万万不可！林将军，你挡得住商国军队吗？我们都是为了立国考虑。不必吵了，看看九皇儿怎么做。庶子受死。哎，哈哈，不枪不得。刚弄好的火铳，先拿你那件。武将军，没事吧？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小顺子，把大的拿过来。是。装的。这是本王子刚研发的新式武器，长枪所向，望风披靡。不知道你们商国有多少人能够抵住这一枪啊？吴将军，你是想死在我们立国，还是想回到你们商国啊？九皇子，在下佩服。回到商国后，我一定禀报我们国主，与你们立国永结同盟。结盟？你们也配？先割上三座城池再说。这我们做不了主啊！这来人，把武将军带下去好好养伤。等什么时候商国主公答应了割让城池，再送他回国也不迟。这次多亏了九皇儿，不然都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。皇上，这现如今把武将军押到咱们这儿，未免有些不妥吧？父皇，商国打来该如何应对？都有了这么厉害的武器，怕什么？都给我退下！如今赵氏在朝内比我威望大了很多，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采取最后的计划。直说，比父皇上位。别哭了，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。武商杀了你的相好，我也算是帮你报仇了。你走吧。你放我走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。
我都没有家了。那你就在这住着吧，你啥时候想走啥时候走啊。九皇子，你娶了我吧，反正该碰的你都碰了，该看的你也都看了。你咋讹上我了呢？罢了罢了，去留都有你啊。哎，这事要让珠儿知道，你完蛋了。媳妇儿，你咋来了？听说你让商国割让了三座城池给咱们。你都知道了。那能不能把花城给咱们？为啥是花城？因为这花城的香料最有名，要是要过来，咱们立国的女子以后用香料岂不是更加方便？我家珠儿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。夏大人，你可算来了。吴将军，老夫想办法带你出去，出去以后一定要记得老夫的功。多谢丞相啊。九皇子。谁呀？九皇子，是我，我要事禀报。九皇子料事如神，夏瑶真的去见了武昌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一切尽在掌握。此外，宫里面还传来了消息，说是皇上龙体有恙，即刻传召您入宫觐见。该来的好人，走。父皇，你没事吧？父皇，朕这几日有点风寒，国事这边还是有。父皇，两位皇子官多操心啊。父皇请放心，我定会主持好国事。父皇可没说让你一个人主持事。朕宣布，由九皇子主持国事，三皇子辅佐，由九皇儿主持国事，三皇子辅佐。皇上三思啊！以往都是三皇子辅佐您治理国事，如今您龙体有恙，理应让三皇子来主持国事。这有谁主持国事？须得你首肯才行吗？老臣不敢。你们二人先出去，朕有话要跟九皇子说。遵旨。儿臣这就告退。九皇儿，这次由你主持国事，一定要提防夏丞相、三皇兄啊。父皇是察觉到什么了吗？得心里清楚，只是有些事朕不便出手，只能由你来做。儿臣明白。赵胜到底给父皇挂了什么名文？父皇居然把国事交给他来治理。老臣觉得这倒是个机会，按照我们上次的计划可以实施。不还得跟武将军那边回信吗？按时间来推算，武将军已经回到了商国，我们需要提前准备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武昌已被末将擒获，你让他写封信去迷惑夏瑶，可这商国的文字咱们都看不懂，眼下整个京城也找不出通晓商国文字的人，若武昌在信中出卖我们，可如何是非？三殿九皇子明白了。这是武昌将军向夏瑶告警的书信。啊，这个武昌太狡诈了。这家伙果然不老实。既然如此，明翠，你也写一封信，以武昌的口吻写给夏瑶，就说已经安全到达商国，将在近日攻打宁城。遵命。夏大人，信里写什么内容？武昌将军说可以抵达商国，让咱们一切按原计划行事。太好了，只要武将军肯帮忙，咱们那事儿成功一半了。幸亏老臣学过商文呐，要不然也看不懂。夏丞相，咱们什么时候往河里放东西？今夜走事，明日便可以消灭。就不信这个赵胜，他每次都能解决。你急什么呀？九皇子，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东城的百姓们全部染上了瘟疫，郎中们束手无策呀，您快去看看吧。
瘟疫？什么样的瘟疫？咳嗽，身上出现红斑。走，咱们出去看看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且慢，这种恶疾极其凶险，且无药可医，小人实在无能为力啊。也不能怪你，这是用蛊术造成的细菌感染，当今世上还没有抗生素，你们自然所措。什么素？当务之急就是要抓紧提炼抗生素，对抗瘟疫。父皇生病，如今百姓又得了瘟疫，召集大家过来，一起来商讨解决之法。皇上让九皇子暂时治理国事，九皇子也有自己的办法。夏丞相，难道你不是立国之臣？九皇子连一个小小的瘟疫都治理不了，以后很难服众。九皇子，你莫不是治不了这次瘟疫？真要治不了的话，可以禀告皇上，卸下治理国事之重担。看来你们是要借此事来针对我。并非如此，能者居之，你治理不了的事，我自然有办法治理。看来三皇兄还藏私，瘟疫不是小事，一旦蔓延开来，对立国可是天塌的大事。哎，我这可是给九皇子机会，你要真治好了这次瘟疫，皇上自会立你为太子，岂不是一件美事？九皇子若是无能为力，就禀告皇上放弃太子之位。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算盘。好，我就再给你们赌一次，但是现在你们都给我退下了。我就再给你们赌一次，但是现在你们都给我退下了。看什么看？现在还是由本皇子来主持国事，都让你们退下，没听见吗？九皇子好大的威风啊。既然这样，老臣遵旨。老臣倒要看看九皇子到底有什么回天之手。九皇子，您真能吃人？有了青霉素，自能药到病除。九皇子，您弄的这个东西，它能行吗？本皇子什么时候不行过呀？小顺子，哎，把这些东西送到太医院去。太医院？对，让他们以1:100稀释后，务必今日发放给京城的百姓服用。是。怎么，林将军不相信本皇子的特效药吗？末将不敢，我只是担心这瘟疫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哦，瘟疫来势汹汹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往河里放东西，而主管河务的官员正是夏瑶和赵云的人。又是夏瑶和赵云，他们两个为了太子之位，简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这次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林将军放心，这两个鼠辈已经末日将近了。拜见父皇。瘟疫的事情怎么样了？瘟疫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今日便出结果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能解决。九皇子，瘟疫可不是小事，岂是你想阻止就能阻止的？三皇兄的意思是，我已禀明父皇，瘟疫的事情我能解决。你跟父皇提出的条件是要做太子，是又如何？看来你已经觊觎皇位很久。父皇自有定夺。你们两兄弟不用吵了，瘟疫之后再说。如若九皇子不能治理瘟疫，还请父皇罢免九皇子。这是对的。那我要是能解决呢？治理好了，你便是太子。他要是能解决了，我这个皇夫做也罢。启禀皇上，昨日九皇子研发的药物发放下去后，所有得瘟疫的病人已于今日全部治愈。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此事的功劳应该是九皇子。好，好啊！不，不可能！三皇兄，有句后话叫一切皆有可能，送给你。但就让赵神得逞了。他怎么会有治疗瘟疫的药？我哪知道啊！
我是再去打探一下。你这怎么弄出来的？先是李瘟疫的药啊！你把这杯酒喝了，其实就是普通的草药罢了，只是熬制的时间长一点而已。我才不信呢！是不是你让人过来问的？哦，不是。 我这次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他不知道你过来，那你今日在我这里住如何？我爷爷要是知道我住在你这里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那你的意思就是你想住，那你也知道对吧？谁想住你这里了？我现在就走。哎，哥，你身上很香啊。你放开我。你亲我一下，你再放。 九皇子，不好了，您随姑娘不见了。小顺子，我弄死你！哎，九皇子，您随姑娘给你留了一封信，我看完信的时候。希望你能够过得幸福。皇帝诏曰：九皇子治理瘟疫有功。 方九皇子为太子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恭喜太子。太子啊，如今身份不同，一定要小心下一个暗算。他们只剩下狗急跳墙，末将誓死护殿下周全。刚能用这一招，都是赵生逼。 这长枪是赵生送给我父皇时，如今被我给偷了过来，就用它结果了赵生。此在自己的武器之下，怕是他也想不到吧。哈，太平啊，林将军说了，您最好最近哪也别去，不太安全。你武功不是挺高的吗？我武功再高，也怕有个万一啊。要是真有刺客此时前来，不怕，我就等刺客来呢。 赵生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既然是我的死期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谁派你来的？等你到了阴曹地府就知道。没反应吧？我三天前就得知父皇的火枪被盗，就料定是为了对付我。我送给父皇的时候。 里面就根本没有装火药，还想杀我？刺客，请走！刘伯公，刘伯公，太子爷，他自杀了，快去通知林将军，让他随我进宫一趟。我还是把秦公所有的侍卫换成我的。遵命。小顺子，在，你先把所有的探监都调来。是。三皇子也令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滚！林将军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，明白吗？遵命。 父皇，九儿，你总算是来了。父皇没放心，儿是一定会保护您的安全。你得了我的枪，不知道为何不见。父皇，您身边的人都有三哥给安排，火枪一个也是被他偷的。赵远，父皇，您先别着急，马上他们就要进入我的圈套了，您再给我一两天时间。停此用船。 随意调遣兵马，多谢父皇。郑将军，在。明日我们将带兵学习宫廷，让皇上让位三皇子。事成之后，三皇子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末将愿三皇子效犬马之劳。好，成败就在明日。等我登上帝位。 杀死赵生，就犹如捏死一只蚂蚁一般。赵方主，有消息。多谢柳姑娘，这封信来的正是时候。太子陛下，我这如你所料，这边逆贼已经发难了，好在我们抢先一步，让皇上到你的院避难。以下逆贼攻势凶猛，不仅太子及暂避锋芒。不用，本太子自有安排。那个也该打进。 赵胜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，把父皇交出来，把传位证书给我写了，我便饶你一命。
三皇子，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来，是想要谋反篡位吗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还需要你问我？林伯仲，我劝你最好跟我们站到一起，不要因为一个赵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林伯仲誓死效忠于太子，那你就可以去死了。郑天河，把他给我拿下。九皇子，微臣来迟，还请恕罪。赵爷，你还真以为郑将军是你的人？郑天河，你敢背叛我？来人，给我拿下。赵胜，凭什么认定我是谋反？我要见父皇。皇上，我要见皇上，我是冤枉的。冤枉？你们让韩春陷害本皇子的时候，本皇子冤不冤枉？啊？带下去，带走，带下去。走上，我要见父皇。皇上，父皇，我要见父皇。你们，你俩孩子都好惨啊！吴将军，我明白了，那封信根本就不是吴将军写的。你赵胜写的，这么上当了，你怎么变了？吴将军，吴将军饶命啊！吴将军饶命啊！饶命！赵岩和夏瑶谋反罪已定，三日后行刑。皇上英明，从现在起，这门皇位让给九皇儿赵生。遵旨。多谢父皇。九皇儿，你有大能，今后立国交予，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。父皇放心，儿臣自当励精图治，为国为民。启禀皇上，雷隐带到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拜见皇上。哎，珠儿，你怎么都做了皇上了，还这样？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你爷爷被斩首，那都是父皇下的命令。其实，你没有牵连我夏家其他族人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真的感激吗？那你亲我一口。我才不亲呢。珠儿，那你以后当了皇后，可是一国之母。到时候我们生个十个八个的，岂不乐哉？你不嫌弃我的身份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。那我之前也没看出来你喜欢我呀，你还老是去青楼。我去青楼都是为了去打探消息的，那是为了国家大事。那你对很多女子都这样过吗？当然不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皇上有事情。我。